你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天时候我妈就没有再出现，我认出了我。但是千年老道和绝美狐狸的身份曝光，我们肯定会被追杀。我听说你打算解雇凌晨曦医师啊？如果真的被这里 fire， 应该也没有别的医院想要用我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关心一个早就忘记你的人？谢谢你今天陪我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鳄鱼一体电玩箱聂小倩。